来，大家的尖叫声喊起来！香港四大天王郭富城来台湾，暌违5年时间呢，终于再度踏上宝岛，而且连续公诞3天时间，门票3万多张立刻秒杀一空。大家觉得天王就是天王，好想听他在现场唱《对你爱爱爱不完》。好，这一次呢，其实他唱歌档期刚好呢，强碰到阿妹张惠妹的大鸡蛋，他说自己也好想去大鸡蛋唱唱看呢、哦，所以呢，欢迎天王下次再来莅临台湾唱唱。看大巨蛋，还有哥，我是一电视的罗香，可以叫我 Sunny。Sunny， 对 ，OK， 谢谢。我排舞老师的 Sunny， 男生，对，我赛车的老师也是 Sunny。真的好巧、哦，他好像男生女生可以通用一样。Sunny 大概是 Sunny 很少女孩子用 Sunny， 台湾很多哦，台湾很多，台湾很多。跟住落嚟嘅就会系喺12月。我的巡迴去到台北小巨蛋，希望在到時台北見。多謝大家 ，I love you。安哥你好，三妮你好。对对对，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你。其实我今天来之前有点紧张。不紧张有什么？因为这次艾伦哥就是暌违5年，然后我们第4度进攻小巨蛋，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哎，这次演唱会的主题还有一些特色。基本上整个舞台，尤其重点的一个海旋门方块，就一定是因为是我们的 opening song。也是舞台最主要的设置的部分，然后你在后面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一个小巨蛋，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很深，它后面可以藏一些东西，可能在我们设置上面都会有一些可能小小的改动，造型上面会有一种改动。因为整个演唱会我们打造的时候，就江淑萍跟我的就是打造我的一个造型跟那个服装，然后他看完整个演唱会之后，就是他会有另外一个想法，这是 Iconic 的演唱会的快歌的部分跟慢歌的部分，尤其是慢歌的部分，我把大部分的一些广东歌会变成一些国语歌曲，就是大部分的都是我在过往在台湾的一些金曲的一些回忆上，所以大家在听歌听慢歌的时候也更容易就会有一种就是互动，而且有更多的回忆。我觉得我蛮期待的，因为快歌，我觉得快歌的部分，这次我们打造整个快歌的部分都是，我们请来美国天团的跳舞天团厅长，然后排舞老师，他们给我的风格是全新的风格，所以我会保留这种风格。香港四大天王再来一个，亚洲舞神郭富城为了年底连3天演唱会，特别来台宣传。必唱的话，譬如《对你爱不完》一定会唱。对，然后很多一些回忆下的歌曲，慢歌的歌曲，比如说《我的开始在这里》，就是慢歌，一定要唱。还有很多一些经典歌曲，保留一个秘密不说了。在10多年前的时候，就写了一首国语歌曲叫《脉搏》，这一次也会唱。我希望应该会唱，对，应该会唱。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您那首歌曲，就是为了这一次 Iconic 的演唱会里面做。那个歌是做给所有的歌迷的，因为您，何为您？您就是大家，就是表达。尤其是我最重要的点，就是大家如果知道，应该这一次的演唱会除了我的歌舞之外，我把字画、书法跟画画这个环节都是一种艺术，然后这四样东西融合在我演唱会里面，大家会看见，而且见证了我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在现场去作画，然后去记录这个瞬间的画面，一种情感，要把它留住。我在这一次台湾的演唱会也是会有，也保留了那种这一个字画的一个方面的那个环节。因为他写的歌词里面，我想保留一个广东歌曲，但是我相信在这一次我也会奉献出除了歌以外，我也会把那个30幅的字画再加到4个字画里面，再写到4个，再写上4张，然后去代表我在台湾出道到现在34年，所以我会一同在这一首你的您一首歌曲呢来送给大家。
1990年靠机车广告在台湾出道的郭富城，无论歌手还是演员发展，早已是天王影帝，但他还想继续挑战自己。艾伦哥，最后想跟您请教，就是说，你看出道30年，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退休，然后现在是这么热爱舞台，那您有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因为现在都照着您的计划一步一步走嘛，还有没有什么梦想或者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是不断去想，还是要去突破自己。譬如说我是演员的话，虽然我拍过很多不同的电影，但说唯一一个我觉得对自我，我觉得我对自己还觉得你可以做得到，就是从我拿到金马奖的那一次，我答应过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我的努力不单只是我对每一个作品的一种的一种专注，而最重要是我没有重复自己的角色。因为你没有重复自己以往所有的角色，就是你不断去寻求突破，然后去突破你每一不同的你拍过的角色，如果类同的话，我宁可不接，我宁可要去找一个我没有演过的角色来去挑战。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为什么我不断去还是那么沉醉在我的演艺事业上面，就是我希望在电影上面继续去突破自己，去让大家看到我的作品上面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我觉得对我来说，年龄是不是问题，最重要是你有没有这个心态去做这个事情。我相信退休来我也蛮远的。不仅剧本和角色很要求，年近花甲的郭富城演唱会请来美国舞蹈老师，要让自己的舞技和舞步与时俱进地呈现给粉丝，再加上自画创作艺术，给观众见证不同的郭富城。